早上，先生，早上，奶奶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 Hedy Noenda， 我今年30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女8岁，我喺智利执种就花园那里，我嘅身体有155个，我嘅体重有52公斤，我身为狗，我唔健狗，我唔识做肉，但系我识最主要，我以前在喺加拿大6年，2017年到2023年，我嘅老板喺中国人，我嘅朋友6个人，大大先生、哥哥、弟弟同埋2个小朋友，我嘅工作喺做送外送清洁屋企，照顾弟弟，照顾小朋友，同埋照顾老人家。我而家学紧最中国送同埋广东话，我会勤力做嘢嚟冇落实，咁会博做。我希望先生弟弟请我，唔该谢先生，唔该谢弟弟。喺香港再见，拜拜。